熏这样子。然后他就是一个希望可以大家跟着摇摆，而不要就是在乎其他有的没有的，比如说歌词啊、旋律长怎么样，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开出一条旋律线。好，下一首歌是《游王的 Land》，我们风格又不一样喽，来。我们是一团，
我没有讲这种。